请向左转头，请向右转头，请张张嘴。你在干啥呢？班长，我手机这个 APP 要采集脸部识别信息，这不是正做人脸识别的吗？等等，人脸识别一定要注意场合，不要以为手机在进行人脸识别时只会采集脸部图像，中间那个圆圈只是为了引导你摆好姿势传到后台的，是你前置摄像头拍到的完整画面，后台看到的画面远比你在屏幕上看到的还要多，所以人脸识别时千万要注意好场合，一定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安全。